것이 안착스러워. 讲个早晨先啦，我哋早晨，早晨观众，嗱，而家我同师奶咧就嚟到呢、這个咩十一条石嘅巴沙 shopping， 唔系 shopping 咩？都几多嘢睇噶，每一次我哋行街市都好多嘢睇嘅，所以我好中意嚟睇街市嘅。呢个卖咩面啊？嚟，过去睇一睇先。呢个咖喱面或者云吞面，招牌嘅吓。系啊，咖喱面嚟噶，有豉馅。啊，啲叉烧都几古早味吓吓。雲吞麵都有賣，係啊係啊。哇！咁多嘢賣嘅喺度啊！早晨，呢個係自制水餃，馬膠魚豬肉嘅溝拌。呢啲蘿蔔點賣？三個八，得三個八。靚啊！係咯，都幾香。應該係啦。传说中最便宜的鸡饭啦，四蚊鸡。哦。即系叉烧，烧鸡都系四蚊鸡啊？我都唔知喎，有少少肥佬。哦，不過得雞冇賣。誒，賺老闆有錢喎。點啊？你做會唔會收市啊？啊，有人加飯嘅添。啊，轉車先啊。好。好。你就冇啲時候聽口音嘅喎。嗱，借禮券應該冷熟講嘅，你有咩價錢？你姐姐呢？你好。龟蚀两，一包呀。两包龟蚀，哎，叉烧喎。系啦，包包喺车啦，你咪。好香味。系咯。呢个系烧鸭，有烧鸡，有叉烧喎。一只鸡，我食啊。75元，燒肉七十五，誒，啲燒肉啊，叉燒排骨都係85一 k 啫。啊，咁呢檔經濟。哦，好香。哇，俾大家睇下叉燒先。唔影都唔得啊，真係靚。哇，熱辣辣。佢面都唔差，幾靚啊！靚喎，靚喎，又立立咁喎。合作邊度嚟？咩合作出嚟？午餐肉㗎，呢度唔使做嘅咩？
你靚啊！依個又依個椰絲，我有椰絲嘅，依個原味噶啦。依個炸工嘅。哦。哎，你好像不是本地人是吧？哦，越南的。你自己做的？不是自己做的。哇，厉害耶！什么？好啊好啊，整个包来啊。来，好了哈。几钱一包啊？一包啊，两块四。好，两块四 ，OK。现在看到。好，要温还是要冷的呢？温嘅定？温噶啦，温噶啦，温噶啦。冇咁多糖啊。少甜。系。买个。我买个咯。剩翻包嚟叹下先。收你。3块钱。落咩？你中意你拣啦。可以侵嘅系嘛？可以啊。起来，起来。炆壽面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就手試下咯。試下嗰個咯，依個又4蚊。啊，因為有魚餅腐竹嗰啲。哦。呢個面都可以。好啊，十伯，你有咩有咩包可以介紹一下？鹽叉燒、豆沙雞啊、蒸肉。最好吃是哪一個啊？我最最好賣的。就是叉燒。叉燒啊？叉燒。那給我一粒可以嗎？這個現在我要吃的。啊，謝謝你啊。啊，就放进去这里就可以了。放进去啊！啊，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啊，对。放 Facebook 啊？对对对对，不是 Facebook 啦 ，YouTube。YouTube。对对对对。多少钱啊？一块七，块七啊 ，OK。一毛的，哈哈哈，还准备丢出去哦。拜拜。啊，即系话咧，我哋就由从呢条巷走翻出嚟，而家行呢度啦。榴莲喎，师奶睇一睇咧。沙沙沙，咩沙沙沙奶？呢啲啊，沙沙沙沙沙，沙沙沙鸡。细粒嘅20蚊一 pair 咧。猫山王哦。嗯。小 baby。小 baby 哦。小 baby 咯。小丽的。小丽好吃啊。好吃啊。很甜，很甜。小丽嘅是假的，这个猫猫山王。小的小小的小三毛，很小粒的，很好吃的。哎，姐姐你没吗？啊，我味花生，哇，胖哦。光的嘛。哦，胖哦。胖哦。这边还有香鸡翅肉。我吃胖的。啊，吃鸡肉嘞。问题真系搞笑啊！不过 OK 啦，好，就风吹佢。系呢度冇多入得嚟嘅，小心。呢有个花店，几 Q D 啊！你睇下，好，好，入去睇一睇，小伟，哎，可以进去看一看啊！谢谢你哦，谢谢你哦。性能方都可以的。啊。我成个雪柜嚟嘅。冻嘞，都唔系好快。哦。可以进去的，我们有卖伞的，就是反装的。
谢谢你啊。这边是卖散装的，哦，然后这边是卖批的，整包整包的。你先看这边先多一点。OK OK OK。哎，我哋放喺度先啦，哎，呢度热啦。啊，你放咗先啦，可以放喺这边。我哋放我哋啲嘢喺度先。谢谢你啊，老板。哇！好冻，不过真系好冻喺度，差唔多喺八九度喺度。你起啲玫瑰啊，你唔咁冻嘅话，佢好快就谢，好快啊。系咯，系咯。冷過金馬倫啦，啊！咁一扎幾多錢咧？你一問下石頭噶嘛？老闆，哎，想問一下啊，像你這樣一束，這樣多少錢啊？哪一種？這樣，這樣子啊，六十五。OK。啊，六十五，貴，再有些用三次，那就五十块。哦，这个五十块，加三只啊，弄三只五十块。哦，三只五十。这种叫周华，这种就三十五。这种，也可以开了，每个门都可以开了。每个门都可以开了。每个门都可以开了啊。哦。啊，这种就三十五周华。如果你要批的，你要批的做生意都有，然后我要整包整包拿的，我都有卖。哦，你是批发的，啊、也是批发的、啊、哦。哇，好多花啊！睇呢啲仲未開花噶，哦，係佢。嗯，係特登喺度咁樣保存，好凍。我呢個靚。咦，你啲口味好特別喎、啊！冷死佢，冷死佢。嗱，觀眾要買花咧，尤其是情人節咧，可以過嚟呢度。我裝束都幾平。你自己拿花了，你自己平时是不是自己包花？我有几地方你自己包。哦，可以给我自己 DIY 的。啊，我这边是给顾客 DIY 的，自己来插花。我有顾客自己来插花，自己来包花的。哦，学插花喺度。啊，不用学了，你自己在那边弄来，自己摸手啦。你摸久了你就会有了。哦。啊，我们的工作室是在里面嘛了。啊，这边是给我顾客来自己，他自己选花，选然后自己在这边拿海绵自己插花也好，他自己包花也好。那很多母亲节的时候，很有意义的小孩子自己来包。系啊，真系噶，真系噶，真系噶，嗬。自己包了。OK OK。自己包真系有诚意啲噶。比较有意义啊，有一些情人节呢，男孩子他自己来包给他女朋友都有了。哦，这样也是。对对对对。有那个女孩子应该还没做老婆啦。还没有啦。啊，做老婆是没有了啦。哈哈哈哈哈。如果你要的就是我们旁边的，你就来买喽。啊，聊聊关于你要订的就这边喽。卖什么的外晒，你要订啊，里面有什么，你自己看喽。OK OK。啊。依家又做生意啊。佢就話 propose 俾我咧，佢講情人節咧係啦，所以如果大家喺街路邊見到我哋賣花，記得幫襯一下啊！誒、哎，入邊做餅嘅喎，師奶。燒包啊！哦，燒包。嗯。OK。燒包。哦。買咗屋企嚟嘅喎。嗱，依檔啊，犀利啊！依檔。賣魚。菜月餅，阿家阿家。出糧月餅，依種好食啊！呢個訂㗎，你問一問先。呢度有啊，應該。可以訂㗎。可以。可以訂㗎。哦，我幾耐啊訂？我已經有啦，哦。已經有咗。點賣啊？一盒33。$33。4隻啊！而家有咩口味啊？一個芋頭，一個炸糕，一個芋頭，一個皮係摩卡，入邊係嗰個水蜜桃。水蜜桃。啊。哦。我又想吃一粒喎，你唔買，可唔可以買一粒啊？有，一粒點一粒係9扣，一盒33。哦，一盒，我買一盒咯。
嗎？你俾一隻。誒，冇，我買一隻。sorry 啊 ，sorry。我哋成手嘅嘢啊。我係咩口味？你介紹一下啦。好啊。好啦，殺你啊！幫可唔可以切啊？啊，可以。啊，你幫我切咗佢啦。我切咗一塊。四份啦。四份。係啦。即係如果我愛嘅話，我就要打電話嚟訂。多就去訂啦。多就去訂啦。當我係拜拜六禮拜。但係呢度得八隻嘅啫喎。我仲有。拜六禮拜。正擺度啊，係有時係咁嗰度。冇嗰度，唔係花隔離禮拜禮拜日嗰度，星期五六日正休嘅啫啊！如果係八月咧，就日日休咯。OK。依家係七月尾啦。啊！我而家食啊。而家食。係而家即刻食。嗰、那個。哦 ，OK， 唔該你，唔該你。哇！好腍喎、啊。哇、哦！魚頭係。師奶，師奶，師奶。啊。嚟。成嚿勾哇！點？哇！師奶嘅樣已經就知咩事啦。嗯，佢又夠凍喎。啊，因為係用嗰啲貴嘅芋頭。嗯。哇！呢個芋頭係真係好香，真齊實嘅咯。嗯。呢個芋頭嘅香味又唔會好甜。嗯。好香啊！很好吃哦，不错，真的不错。我卖了十多年了哦。啊，十几年了啦。一开始没有自己研究，一直找。啊，研究到自己喜欢的口味啊，研究好耐啊，到自己中意的口味。你咩电话？零一二。啊？零一二。啊，你再讲。4664。哇！我号码咁靓。哇，咁靓嘅。佢唔整擺一五擺咩？八月十五啊，擺一五擺。OK， 得，唔該曬。男嘅角色都好靚。是啦，嘅是。他那邊有一個，他有一個小頭，那個醬包面。醬包面啊。醬包面啊。咦？醬包面好吃。一個面煮辣的。咦？得得地喎。你去那邊再。OK。對面咖啡好喝啊。你跟他講賣粽子的介紹你。辣的卖云吞面那档啊，啊那那边小炒，对面依间啊，好，依度就咩行啊？我哋行去查。它系一个三叉路口嚟嘅。系啊。嗰度一叉，呢度两叉，呢度三叉，唔系得两条，系得三，有三条。诶，放纸巾条先啦。你双根咧？诶，你唔知行到边度出嚟啊？哦，$8一對鞋啊，師奶，不是搞笑。嗱，啊，嗰檔又排隊又唔知賣咩。莫非又係賣雞飯？豬腸飯。豬腸飯。诶，几多料？唔系啊，佢嘅嗰个系又系嗰种咧，有葱、咖喱汁，有葱有虾米嘅咧，系嘛？哇，咖喱淋甜酱喎、啊！咁得意啊！得喎，呢个配搭。排晒队啦，喂！系啊，好快啊！好跟啊！我只两手。多少少應該係差不多散 band 噶啦，我哋好，然之後兜翻過去，兜係啦。依個正話我拍過嚟，唔錯。
我覺得呢個街市真係唔錯，我試下。有嘢買哦。嗯，有多嘢賣。第一，第二咧又多嘢食。我哋仲未坐低茶室食啊。即係話咧，我哋講咗噶啦，因為仲有，我哋仲要仲會去第二站嘅。阿、師奶買咗成手嘢啦。啊，揾個茶室搞掂佢啦，嗬。我这个烧肉真系好靓哦！呢个卖烧肉都系啲后生人，系咯，好后生啫喎，搞笑啊！系咪你烧噶？诶，老公烧啊！诶，呢度系卖面。哇，乾撈蝦米辣椒豬肉粉喎喂！燻成豬肉粉啊！係喎，有苦瓜湯添。冇啊，師奶，我哋即係話一個嗰、那個賣魚餅嘅 Auntie 同我哋講咩？個 coffee 佢最中意飲嗰檔。係啦，仲有幫襯下佢嗰個咩咩辣子雲吞麵。啊，醬包。醬包。醬包麵。就依間茶室咯，依間啊，依間啊，依間，依間咩名堂啊？茶室睇唔到添嚇，阿蘭嚇嚇。雲吞麵係啦，呢個雲吞麵啦。唔係啊，嗰個啊小炒嗰個嚟講。嚇？小炒咩？係，佢講小炒嘅。哦，嗌咩食呢度？醬包麵。醬包麵啊？你知我聽係咪唔響 menu 嘅？因為咧頭先嘅 Auntie 講咧，你同佢講賣粽仔嘅介紹你嘅戲，就知道你愛咩啊？哦。唔係啊，師奶，我哋好似好多嘢食喎，喂，食得落嘛？試下一個咯，佢、哦、都、okay、介紹過啊。醬包醬包麵咩醬包麵唔係兩包係醬包麵佢話賣粽仔嘅介紹我過嚟食火包麵火包麵哎呀佢講得唔清唔楚應該係食嘅好一個位啫兩包麵大家喂我呢度雞飯都好幾好生意啊哦呢邊嘅雞飯咧行經濟路線嘅咪？呢度幾多錢啊？又六個半啊，六個半啊。雞髀飯六溝半 ，OK 啊。雞二度都五溝半啫嘛。誒、欸、炸，誒、欸、有炸肉咩喂？有喎、啊，有炸肉誒、啊。炸肉。好少有。啊，係咯，炸肉、叉燒、白雞、燒肉。哦，好靚喎。係咯。我係咁諗啊。开餐开餐，等我试下佢呢个万煎糕，芥秧椰丝，芥秧椰丝，有啲特别啊，系啊，特别啦，因为冷咗，好厚啊嘛，我睇到好厚，系喎，比较厚装少少嘅，所以。呢啲我熱辣辣食，係咯，唔係冷咗啊，係咯，即係唔係話好多芥蔥嗰啲係咁嘅樣嘅啫，好，咁大家睇得到啊，太厚咗呢個太厚，得唔得？哇！試下試下，排曬隊啊！朱長文，係真係排曬隊啊！都是排完時候。
唔嗌都唔得咯。我試依個最原味少少先，睇下呢個係一件一件廠份啊嘛。呢一件啫。係，我見到啲人搭包一包咧，係兩三條嘅。哦哇！呢個一件都好多下咧。即係呢個料又一件，我哋睇一個啫。過七。過二。過二。兩個七。兩個七。三個九咯。嗯。佢老滑哦，佢老滑哦。佢嗰啲葱同埋蝦米咧，睇下係咪同我哋響真空食啊咁上下先。啊，真係好吃的。好吃啊！烏州味豬腸粉，睇得出啦，睇佢咖喱比較稀啲嘅，唔係辣，好辣嗰種。誒，試下，好食，好食。呢種豬腸粉好似係嗰啲怡寶豬腸粉嚟，唔知喎，有啲葱有啲蝦味嗰類型嘅咧，好簡單但又好食。哇！你咯你咯，哇！醬粉好香啊！哇！呢、這個就係、是，哇！好靚下喎，夾得。我呢啲面好出色喎、啊，大佬。所以咯，唔響 menu 啊，唔響 menu 啊。喂，打白先。雖然呢個都好好食咯，好出眾啊呢、這個，啊！將啲睇先嚇，應該係嗰啲炒豬肉嗰種醬汁咧，火爆嗰啲小炒嗰啲汁咧，就撈落個面一齊炒，誒形成另外一隻火爆面，有少少似啊，有少少似金香味，嚇、啊，幾好食啊！誒、啊、幾好食，幾好食，嗯，個豬肉好薄，係啊，個特色，個豬肉都幾滑下啦，唔會乾乾嗰種喎，唔係。唔係金香，宮保。啊，宮保係宮保 ，sorry， 係金保宮保。宮保味。宮保汁啊，炒麵。呢個係 off menu 啊。係。你需要同老細講係賣粽仔嘅介紹嚟。嚇、啊，冇喺 menu 啊？冇喺 menu。再講一次叫咩名字啊？呢個麵火爆。火爆麵。火爆麵啊！呢、這個熱烈推薦。我一件。一件啊。係。蛋啦、啊、蛋啦、啊，蛋啦、啊，蛋啦、啊，蛋全部都要嘅。一般咁加蛋幾錢啊？五扣哦，五扣啦。冇蛋四扣啊。哦，冇蛋啊，四蚊。呢啲肉乾你自己燒噶？哦。哦，好嘢，好嘢。肉乾自己整噶？系喎、哦。家你好容易整噶，而家冇秘方，冇秘方咗。YouTube 今晚又出嚟教你嘢，睇你學唔學到啫。哇，老細識嘢啊！以前你啊，同嚟攞個秘方幾十次，真嘅冇乜嚟嘅。哦，係咯係咯，而家網上咩都有啦，嗬。而家你睇你愛唔愛做啫，你愛做我學咩都有。而家冇秘方嘅。誒，辣椒落咪得。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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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系咯，你睇嗰啲燒臘嚟教你點樣整，教你點樣落燒。燒臘啊？燒臘都有喎，嗬。咁啊都有啊，而家睇你有唔有心房啊？喂，師奶，我哋冇多謝嗰個賣月餅嘅 Auntie 啊，好彩佢介紹我哋食呢個咁正嘅面。你咪去有佢電話啊嘛，有。
咗好唔好靓啊？佢电话唔知道三条六啊，要睇要睇翻条片先知啊。应该系。而家翻嚟啊？太奇仔啊嗰度。阿米，夹辣只。哎，多谢。小丽。啦啦啦啦。八月份。各位田友你好，跟住个骑仔行啦。嗱，观众，今次真系收机啦，我即系我本来收机嘅，之后再开翻个机，因为有人派骑仔。好啦，今集巴塞的故事分享住咁多啦，我哋下集，咦，唔得下集喎，喂，前面仲有腰喂。一件马脚啦，师奶。啊，你仲要唔要啊？一件年糕啦，好啦。两扣半。哦，马脚就过三。啊？马脚1蚊啊？啊系。啊，马脚一蚊啫。油炸鬼全部1蚊。哦，全部1蚊。O K O K。番茄年糕扣半，两扣半就。好。嗱，今次真系收队啊！真系收队啊！冇嘢行咗，冇嘢行咗，行到街尾咗。我哋已經食到好飽噶啦，好啦，觀眾，拜拜啦，下集再見。